心想的却不得，一夜苍穹归来，人世已离歌，今生不可得，天涯各奔荣心乱，天缘长久人稀开阔，离他不远却近不得，天机一分永终去远，百年后所幸思念终成歌，离人回应含笑着夜奔长空，余情的树并没消失，好心肠泪不知消失却总不知，有心苍穹正开阔，不我思我叹，一夜不敢求白头，这世间不必多解释，若心痛人不知如何。你原本就是太监，啊？不验了吗？如假包换。你被验过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刚才在玉泉殿，那夜神太监拉你出去的时候，我吓得都肝跳，浑身直冒冷汗呢。我这不失忆了吗？一害怕就给忘了。啊，你忘了？啊，你是谁不重要，你现在就是小强子，皇上说你是小强子，你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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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小强子，哎，你就是小强子。哦，不对，你是强哥，你这辈子都是我强哥，皇上这么恩宠你，生死无忧，衣食无愁啊，强哥。对啊，皇上是我兄弟啊。强哥，嗯，咱们今天可是大起大落，死去活来呀，啊！有那么夸张吗？当然了，就说你这运气吧，这一开始这简直是差到了极点。嗯，可是这么一转眼，你这运气又上来了。哎，不仅得到了皇上的恩宠，还留在身边做内侍。这以后这升官发财了。你可别忘了，是我留一刀带你入宫的。哎呦，那怎么会呢？我怎么能忘了您留一刀呢？我今天还差点挨你一刀呢。强哥，以后你叫我小刀子就行。强哥，你累了，累了早点歇息吧，强哥。哎，行，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，啊，歇着。哎，好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嗯。哎呀，我留一刀要走运了。今天差点就死在燕昌宇手里，我还真是处处遇贵人啊，多亏了那个燕身太监，不然凶多吉少。验完了，走。他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他是谁啊？我们认识？哎，别胡思乱想了，管他为什么帮我呢，反正我是活过来了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大人吩咐的事儿小的都做好了，大人许你的荣华富贵也会兑现的，赏你的。哎，皇上，事态紧急，请皇上给个定夺。萧丞相说的极是啊，臣刚刚保举何威接替郭震，他就被歹人袭击打断了腿。皇上，您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办？萧侍郎。臣在。你说说谁合适？
皇上，臣认为能接替郭将军的位置必须骁勇善战，忠于皇上，手握千军万马亦不可乱其志。臣举荐燕长云。燕统领，群臣都反对您接替郭震的职位，只有萧大人赞同。下去吧。是。雷叔传来消息，他们已经找到何三元，今天就能回来。少主，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刚才在大殿上，皇上想授我兵权，满朝文武皆反对，除了萧权。萧权？这么说这个萧权还是个忠良之臣？人心难测，世事难料，就像当年秦家保家卫国，立下汗马功劳，不也一样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定国公勾结外敌，滥用职权，在军营中散发朱银粉，导致南国士兵接连暴毙，判定国公冒功欺罔，谋逆误国之罪，定国公全家问斩，钦此。也不知道当年是谁设局陷害老主子的。既然何三元已经找到，或许我们能从死去的郭震手上找到线索。小强子，在。想吃？走。哎，不行，一个太监怎么能跟您一块儿用膳？这与理不合。你也可以一起啊。老奴不敢。你们都可以。奴婢不敢。你敢不敢？皇上的话就是圣旨，不敢也得敢吧。好，坐。添双筷子。是，谢谢皇上。皇上，再不吃就凉了。啊，吃，来。每天都这么吃饭吗？就是因为每天都这么吃，所以才吃什么都索然无味。但是今天不一样，因为有你在，这顿饭吃的格外的香。对了，以后你每一天都陪朕吃饭啊。每天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啊？皇上，其实我有一件事儿想求您。很久没有人求朕了，你说。我想出宫。哼，刚吃两口你就留不住。不是那个出宫，是宫。为什么？虽然这里每天吃喝不愁，但是我老觉得这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。我现在待的特别不踏实，说不准哪天我就被。你在朕的身边。谁敢动你？出宫的事呢？朕再想想。吃。
给我杀了他！我记得你，你是定国公手下的副将，你叫雷雷豹。没错，我还没死。啊，少主，少主，你是秦衍？说，谁杀了国君？这个我不知道。快说，你跟郭震这么多年，他做的一切你最清楚，是不是他背后的人？我说了我不知道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。何三元，你知道人身上一共有多少根肋骨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可以一根一根掰断你的肋骨，再一根一根掰回去。我有的是时间，你可以慢慢考虑，不过别再让我听到一句废话。我说玉扳指，郭震手上有个玉扳指，那个扳指里面一定藏着天大的秘密。只要这个玉扳指在手，老子能在南国横着走。凶手长什么样子？他中等身材，一袭白衣，黑纱罩面，看不清楚模样。那扳指一定在凶手手上。你不是要找郭震吗？他就死在我这把剑下。说，玉扳指在哪儿？哎呀，什么玉扳指啊？是谁派你来杀我和郭震的？我没想杀你，我也不认识郭震，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哎，对嘛，我们都彼此坦诚一些。哎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说，你是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这是失魂咒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兄弟了。牌子哪来的？刀哥给你找一个有吃有住，每个月还发饷银的地方。没想什么，带我一块儿。内侍省太监小强子，就地正法。且慢。所以你明白了吧，燕统领？我是真的失忆了，不信你看。哎呀，别动。我不动。大人快看快看，他这里摸起来有明显的肿胀，应该是遭受重击。你看，我敲这里他有反应，这明显是脑部护血淤血凝结从而引起的失魂症。您看吧，严统领，我就说我是真的失忆了。屈太医，他的记忆还能恢复吗？哎呦，这失魂症啊，不光会失忆，还可能令人性情大变，很难对症下药。哦，运气好了，三五天也就好了。可是，如果运气要不好的话，三五十年……三五十年呢？啊！哎，燕统领，您看，我也是真的失忆了。那就把我放回去吧。失忆的感觉不好受吧？对呀。不如我帮你找回记忆。啊。
人体随着转动的圆盘运转之后，恐惧和兴奋两种情绪交替刺激头部，让病人的血液倒流回头部，使大脑充血，这样以利于刺激脑部护血，增加恢复记忆之可能性。针灸刺激脑部护血，一来能够提神醒脑，加速脑部血脉流通；二来通过强烈刺激脑部各个穴位，以让它迅速恢复记忆。废话那么多，那它为什么还没有效果？重疾需下猛药。说吧。其实我刚刚是缓兵之计，你让我再想想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这个滥杀无辜的败类，我怎么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看来是真的是你。不错，不愧是我燕长云的人。啊！没想到你失忆了，却还能坚守机密，历经生死都没有背叛我。小强子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你是说，咱是自己人？你不记得，我不怪你。其实，你是我的人，一直是我培养的暗卫。这些年你隐藏身份行走在外，其实都是暗中在为我做事。上次我派你去拦截郭将军，只是为了拿到他手里重要的罪证扳指，谁知道你受了伤，和我们失去了联络。这些日子我让阿成和天骄想办法联系你，没想到你虽然失忆了，却还是在无意中找来了皇宫。你是说我找来了皇宫就是为了见你？没错。小强子，这些日子你受苦了，你放心，记忆的事情我会帮你想办法的。谢谢燕统领。你个骗子，连我是女的都不知道，还说我是自己人，我呸。燕统领，我太感动了，我终于在皇宫看见亲人了。这些日子你不知道，我受了太多苦了。唉，小强子，以后你就跟在我的身边，皇上那边我自会去说清楚的。这多麻烦燕统领啊，既然是自己人的话，那我就亲自去跟皇上说。燕统领，能跟在您这么英明神武的人身边是我的荣幸啊。好，那我等你好消息。那我去了。嗯，慢走。老大，你说这话我都不信，你说他能信吗？不管他信不信，都要先稳住他，再慢慢找玉扳指。小强子，怎么了这是？皇上，你不知道燕统领有多凶残，
他借着给我恢复记忆的幌子，他拿转盘转我，拿针扎我，他还拿剑威胁我。皇上，燕统领还说他要让我去跟着他，我不能去啊！皇上，我要去了，我小命都得没了！皇上，我只想跟着您，我只想伺候您啊！行行行，你要是害怕呢，就寸步不离的跟着朕，朕保护你。好好好，谢谢皇上。皇上，你果真做到了让我寸步不离。可是您都在里面待一个时辰了，您坐的是公桶，又不是龙椅。朕的公桶可不是普通的公桶，这上面的每一块木头啊，那都是上等的檀香木，都是宫里的能工巧匠精心设计的，上面的每一处花纹，那都是按照朕的意思做的。在这宫里啊，只有进房的公桶才是朕真正的宝座，这些奏折啊，都是萧丞相批阅过的。宫里的太监宫女一堆人，没有一个人是跟朕一条心的，都是朝廷各方势力的耳目罢了。只有这儿才是最干净的。皇上，你别难过，以后只要你出宫，我就陪。好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皇上，给钱不就俗了吗？皇上，您用膳让小强子陪着，怎么如厕也离不开他呀？以前奴婢才是您最亲近的人呢，您把老奴给忘了。行了行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皇上，您今晚翻哪个牌子？朕对这个不感兴趣。皇上，你已经很久没翻过牌子了，您这样不翻的话，那我们南国什么时候才能有皇子啊？皇上。皇上，您要是不喜欢，再翻一个就是了。全是皇后。不是，皇上，您今晚一定得去啊！万一皇后责怪下来，您说再传到萧丞相耳朵里，奴婢实在是担待不起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下去。皇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您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吗？怎么全是皇后一个人啊？行，朕就带你去看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。走。这牌子也该翻了，皇上怎么还不来啊？娘娘您别急啊，您这样的天姿国色，皇上不来是他没福分。别乱说，那可是皇上。本宫怎么能有白头发呢？娘娘，没有，您看错了，您这么年轻怎么会有白头发呢？一个女人能有几年好光景？难道让本宫一辈子都独守空房，孤独终老吗？娘娘，您别伤心了，皇上他不知冷知热，至少还有少爷疼您啊。但毕竟是兄长，怎能和皇上相提并论呢？皇上他怎么还不来？本宫得出去迎迎。皇上来了，快走。孙美人，
别靠近我，我有点头晕，臣妾先告退。皇上，谁让朕有个好岳父呢？萧丞相，他连这种事儿都管。嗯，他们都怕他呀。世人都以为朕坐拥后宫佳丽三千，坐享人间欢愉。啊，殊不知朕也有难言之隐呐。你现在明白了？啊。走。哎呀。那这偌大的后宫就没有一个女人敢亲近您吗？皇上，皇上，这是何人敢以身犯险呢？啊，皇后。燕统领，强公公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！杀！屈太医说的场景重现法，让你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中，以此来唤醒你的记忆。你现在是个杀手，老大是郭震，你现在要杀他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准备。这是什么？棒。我是问你手上戴的是什么？戒指，扳指。这扳指是让你注意刺杀的细节，集中注意力，能想起多少是多少。啊！杀！杀！我是让你杀他们，可是我真的打不过吗？你别折磨我了，你干脆给我个痛快吧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一定是场景不够真实。去郭震死的地方。走，走了。哎，别演了，走了。嗯。喂，醒醒！看他说话这精神劲儿，应该没事儿。谁说我没事了？我，哎呀，我浑身都疼。屈太医，什么病？大人，你想让他得什么病？不是，你问他干什么？你是太医啊。有话直说。从脉象上看，他体内有股邪脉啊，忽隐忽现。古怪难测，像是一种很复杂的上火。
是上火。上火啊，上火。既然没什么事，你就出去吧。那我可真走啦。哎呀，你就快走吧，一会儿皇上又派人找你。对呀，那我走了。燕统领也注意到他手腕上的红线了。怎么回事？手腕红线上行，正是毒气攻脉的征象。是什么毒？有解药吗？像是很多种毒炼制而成的精毒，只有制毒的人手里才有解药。会致命吗？如果不解毒，百日之内定会毒发命丧。屈太医，你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如果他问你的话，卑职明白。哪有什么毒啊？刚才不是说是上火的小毛病？卑职告退。皇上，你就没怀疑过我是个坏人吗？如果你真的想伤害朕，在西苑就动手了，还用等到现在啊？朕信你，而且这偌大的皇宫，只有你敢对朕说真话。放心吧，皇上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骗你。强子兄弟，这皇宫里面要是没有你，那就太乏味了。皇上，那要是你能在宫外生活，你想去哪儿？这是什么？南国的千里江山。那，这江山都是你的，那你还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？这江山跟人一样，远观很美，近看不堪。为什么？你看看那儿。朕其实根本就没有别人想的那么风光。萧丞相掌管着朝堂政权，等于遍布天下，奏章甚至出不了萧府的门就已经批奏完了。魏国公掌管着南国财政，朕的每一分钱都被他攥在手里。至于太皇太后，监视着朕的一举一动。你说，这样的皇上当的有什么意思呀？皇上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个好人。当然了，我也是个好人。不过这偌大的皇宫，除了咱俩也没什么好人。倒也不是啊，朕觉着燕统领还不错。他在朕身边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，遇险时甚至舍身相护。你说千羽卫统领啊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他简直就是卑鄙无耻，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。把心狠手辣留给自己，不择手段的把温暖留给我和你。臣参见皇上。燕统领，你找朕有事儿？臣来找皇上要一人。强子公公非常渴望加入千羽卫，已经向我多次申请。皇上，皇上，我都是逼不得已的，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，我就想待在你身边。强公公，出尔反尔，这可不太好啊。哎呀，我头好晕啊。怎么了？皇上，我头晕。没事吧？晕。啊，他可能有点晕高啊，好高啊。朕带他去看太医，燕统领就别强人所难了。走，走走。哎，怎么走啊？慢点。哎，晕得我都找不到北了。老大，麻烦了，看起来他是皇上的人了。我想要的人，跑不了。四年了，一个皇子都没诞下。
我真不知道你这个皇后是怎么做的。当年我费了多少心血才把你扶上皇后之位，可你呢？今日朝堂之上，魏国公们司竟然上书皇上，说皇后大婚四年未出，提出废后，这个老不死的都敢骑在我的头上了。我萧万里今生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。父亲，该做的孩儿都已经做了，至于这件事上面，也有可能是皇帝的问题。父亲，皇上他老躲着女儿，女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你一个男人你都搞不定，我要你何用？如果你一直得不到皇上的宠幸，就只能从萧氏族人中再选出一位顶替你。总之，南国的皇子嫡孙必须是我萧家的血脉，你想想再说吧。燕长云没跟过来吧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哎呀，皇上，冯世奇，你干什么呢？皇上，你要今天真的还不去皇后那儿的话，明天太皇太后不弄死我，萧丞相也要扒我一层皮，老奴求你了。行，你跪着吧。啊，哎，皇上，我倒是有一个法子，既能帮您避过此劫，还能让冯公公不被问责。娘娘，您的皮肤真是吹弹可破，细腻白皙啊，这是多少女人都羡慕不来的。就你会说话，本宫也不用别人羡慕，只要皇上喜欢就好了。娘娘，你说今日皇上不会又不来了吧？不可能，是太皇太后亲自下的指令，皇上肯定会来的。风雪扰乱我心房，不舍不忘不悔，是为你衷肠。若与你书写满纸情长，何空世事的山高水长，一念一梦一生把你放心上。